會議和展覽呢，其實很多活動呢都是整個生態圈咁。咁而家譬如我哋喺博覽館嘅活動咧，都會帶動到咧喺譬如話半小時或者45分鐘車程內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同期舉行。咁所以如果條橋開咗，講緊兩地嗰、那個通車時間係咁短嘅時候咧，我哋相信有唔同嘅活動可以考慮，就係話兩邊同期擺或者先後去擺咧。其實就做到一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一個中心，而國內依度咧亦都吸引到大量嘅國內嘅商務旅客，咁變咗係兩邊嘅優勢互補啊！在一些活动的举办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个活动需要在两地同时举办，或者说主论坛放在珠海，分论坛放在香港，或者调过来这样的一个安排，想给用户呢提供那个两边分别举办的这么一个组合式的带有卫星会场分布的这么一种办会的一种体验。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就通过大桥的连接啊，通过这个我们桥头旅游带的会展旅游带的这个大招啊，能够给用户提供一个跨城市的那么一个很丰富的产品的组合。